它有分为什么折叠机，既可以折叠床单，又可以折叠被套，然后还可以折叠床后和堆码功能。大家看一下，它直接可以省掉两到三个人工。后面，现在我们正在进测试中。我们这个呢，它有更高的一个自动化程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整套折叠码好之后呢，自动的会传输到。 我们的那个操作的手上，不需要我们的操作人员呢，不需要就说是走来走去，只需要一个人就行了。来看一下，它这个折叠的方式呢是一个十字形的方式，是一般五星级酒店要求的方式，它不是两层折的方式。